健姐姐，哎，今天有新发现，嗯，新发现，真的新发现，在大奔对面，对对，正正正，哎，正正啊，讲什么鬼话，正正对面，大奔的对面，健姐姐，正正对面 ，Tropica Cafe。终于找到位置了，是啊是啊，我们来了第三次，第一次是没有 parking， 第二次是来到这边满满人，第三次终于有机会进去了，就是今天呐、啊，是啦，所以有缘分来了，来我们就缘分来了，挡不住啊，静子姐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 ，later， 哎，现在我人是在这个 top bun 哦，这个 set brown 的对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Tropica Cafe Cafe 哦 ，Tropica Cafe， 然后我点了这边的便利饭，是这个干香的这个鸡肉饭哦。吃饭咯，吃饭咯！我刚才看到阿 Jack 的那个饭哦，哇，后悔了没有点饭。我吃咩？你不是喜欢吃东阳咩你？哎呀，是啦，然后看到你的饭表好像好吃这样哦，我今天就来叫了这个东阳米粉哦，啊，米粉哦，便利饭香鸡肉，不错嘞，很香，看了很爽气。这菜流沙荷包蛋。我先来 try 一下，因为我嗅到它的这个干香的这个炒法的那一个味道很香，我来 try 一下它的这个，嗯，你会喜欢的，现在讲咸味啊。我看了它卖相，我都知道应该是很好吃的。是啊，啊，然后 try 一下的饭哦，还有这个饭，嗯。OK， OK， 然后里面是有这个菇类啊、蔬菜啊，还有鱼饼啊。哎，我就看到有这个鸡肉片啊，鸡肉片很大片。OK， 来，我就来显示一下它的东阳一下，我看一下东阳的味道怎么样哈、哦。OK， 它不是讲很浓那一种啊，它是有一点点酸，一点点辣酱咯。OK 啦，它是比较清淡的那种啊，没有这样浓浓的啊、哦。吃下米粉，嗯，可以啊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啊，满意满意，嗯。啊，来到这种咖啡，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个虎咬丝哦，这个虎咬丝。来来 try 一下，这个是冷的啦啊！平时我是喝热饮啊，今天我喝一杯冷的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这一餐我觉得满意啊，可以可以。来，静姐姐到你了。啊，我又点了一杯这个热的这个。对的啦，静姐姐，喝姜。姜热要配一下这个薏米哦。对啦，消暑一下。是啊，对。OK， 那也是有那个板蓝香味哦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来啦，可以啦，来来来，线上的朋友啊，记得一定要帮忙我们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视频哦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，再见，拜拜。